经周刊已经到223、4期了。经周刊这一次是在讲这个玉龙，我这个车带也是一样，是跟这个玉龙借的。这个金周刊这一期也蛮精彩，今天中午就吃这个真鲜的便当啊，顺便看一看哈，这应该可以看一个下午。好，吃饭开始，开动。嗯，好吃哦。